我来各位请起立。今日请坐。各位同心，大家好。我号做林定吉。啊，这两三年来啊，大家拢甲我喊州长，州长，人嘴毒毒，咱台湾人一句俗语话，我真正要做州长呢，哈哈，不是讲假，即马咱嘛有钱呢，较早拢阮落地啊溜出来，即马干恁较面山溜出来，安尼恁就知影讲这是事实，还是讲胡白讲？啊，有嘢拢在讲，讲阿强啊咁强，啊这。中华民国这个流亡政府敢强，未使让伊讲唔强。你唔知捌听到，咱台湾有三架飞弹机，美国的，号做 F-22、F-22。啊，这三架飞弹机是台湾出钱去甲美国买的，但是送你使，美国人你使，伊无要甲台。这个中华民国使这个飞弹机，啊，这第一个作用当然是要对中国嘛，要防止中国侵犯台湾。第二个作用就是，这个飞弹机三架在台湾，这个飞弹机的功能大到什么款？一只 F-22 它对付300架的 F-16。你甲讲这看偌厉害？伊拉克的战争，甲这个香港，甲这个香港是讲不出来。阿富汗唔对，美国就是用这个飞机，美对迄个坦克门就入去，就是对迄个坦克门入去。所以讲，美国一只飞弹机，就是要牵制。台湾300架的飞弹机，一只都有够啊！后手呢，两只要创啥？中华民国这个流亡政府哪不顺从的事呢？迄两只飞起来，第一点钟故意来都有法度他，把这个中华民国流亡政府所有的军事基地，套一句北京语叫做夷为平地。所以讲，免惊，美国啊，真厉害，免惊迄个，免考虑迄个，哦。所以医生先甲恁讲者啊，为什么要甲恁讲者？伊啊，伊过来去，我要甲恁讲诶，都是通重要，都是我怎么做州长咧？我爱主持会议，主持会议咯，爱担任主席个，吼、哦。啊！恁即摆手个拢有摕一张议事规则个，吼、哦！一般若无担任民意代表，还是讲担任这个地方首长，是较无去了解这个议事规则。啊！我长久以来哦，较早我退休之前，我拢担任主席个这个职务个，所以讲我加减有一寡经验。啊，迄个就是我写予恁做参考个啊，恁来看看着我。无做啥，我就干那写迄个尔。我就讲一寡跟过去的经验，互大家做参考安尼。哦，啊，大先所讲的，就是讲，请恁安心，恁真紧，都要做主管，要做议员。啊，做议员一定爱了解啥？了解议事规则。哦，讲一个，我做囡仔时代，我看到的，吼、哦。较早，阮厝，阮的故乡遐有一个姓游的游先生，啊，伊就临时临要，被选起来做家长会会长。啊，家长会会长就爱去台顶去致辞的，啊，伊致辞，见面去哩到地，哦，小弟白族卡地高阳啊，今年50，这甲你无甲来牙关啦，吼。啊，阁有一个，我一个表小弟哦，伊咧临时临要，互选调
这个民进党的党代表，啊，伊嘛爱起来地主者，啊，伊就讲，啊，小弟，唔是讲小弟，讲地主五行义，个发，通常这地主是伫新坛顶头的头前讲的，啊，伊就讲地主五行义，所以讲这样呢哦，就是你拢无去了解，无去学临时，吼，啊，就讲做临时啦，吼。套一句北京语，讲做临时抱佛脚，啊，迄两阵啊都会讲做出糗，较无雅观啊咧吼，你讲我大家做些参考的，哦，啊，你讲哦，我少年的时啊，我就真有趣味对付这中华民国，哦，所以讲我真少年的时候，我服务伫邮政局，啊我。大家拢讲我不哩爱讲话，啊！就大家推荐我去选这个邮务工会的理事，啊！我就大家就拢选转化，结果我是最高票当选，啊！我嘛想好啊，即卖我就有机会哪滴也发言的，哦，滴啊，改弄者。结果你敢知三年，至今三年，我唔捌参加过开会，啊！是安那唔捌参加开会？唔是我歪去咧，伊也无甲通知我，都唔知人去开会，所以讲我三年唔捌去开会。啊，这三年过了的时啊，这确实讲我真混哦。我都啊，这安尼无甲你输赢比赛，我拢暗中去串联，暗中去串联哦。啊，我都暗时啊下班就一位去疏通，结果到尾啊，我有用八个月的时间。真正有影，国民党迄个义务工会去我车改，调我做主席，调我做理事长。啊，我做理事长的时候，啊要议事规则个，哦，啊你若毋捌的时候，要怎样？啊，做主席第一个就是啊先强点人数，哦，啊当会员代表啊过半以上，才会使宣布。开会，哦，啊！这清点的结果都拢超过一半，甲92%啊！哦，啊！要开会进程，发现唔对咧，青面鸟也是大厅咧，什么人事啦，国民党部啦，什么外国国事啊，这个，甲这个开会无相干人士拢到走来啊咧，啊！这都我都。第一个反应就是讲，即个赶走嘛，该处理。哦，我第一个就是该讲，甲本会开会无相干人士，请离席，安个赶出去。啊，我出名，底下出名个，我一人江文界真出名。啊，我赶出去，啊，我赶就是第二天哦，报出啊半班。这小弟这里好大胆哩，参国民党参那个什么江江什么什么什么国土，伊拢个光光出哩，啊，阮就开始开会。第二天这个新闻发布了的时呢，迄人阵啊，这个老修成是宜兰县县长，伊迄人阵啊还未连省议员都还未做，伊看到讲，啊有这个卡社坑的又叫别来使，啊，佮拖出了服务宜兰县唔得着，到尾啊，因就透过真济人。来邀请我去参与这个，有一个叫做罗岗支援会，你唔知捌听到唔嘛？啊，因就邀请我去担任这罗岗支援会的会长，啊，我就开始伫啊呢服务这个罗岗界啊呢。哦，啊，咱来讲，对哪来讲，就是讲议事规则，爱会知影，啊，要安那发挥功能，吼。我拄下来讲，这就是议事规则嘛，哦，就是伊这个无用来在场的人，拢伫在场，咱就主席都有权利给赶出去，哦，啊，这个赶出去了的时候，我嘛当场问迄个干事长，我啊这什么人出来注意邀请这些人来，啊，伊讲这惯例，啊，惯例有给因发邀请函啊无？伊讲有啊，啊讲啊有啊，我是啥人？我是理事长，是安尼，我唔免签名，唔免互我知。
会要趁我给我掉，会要我都给我掉，哎，我是足工的，所以讲伊就是去换换掉。啊嘛，这个讲这个艺术哈，都有一遍，恁无做啊嘿哈，嘿，好了，好听了，我都讲这个艺术的运作啦，我捌拄过啊呢啦哈，啊，刚才有一遍咯，就是讲这个家人分会发这个邀请函，要邀请我去参加这个乒乓的友谊赛，啊，啊嘛，因都公司来，啊，我都改号名，啊，都改报名。啊！我改号名，改号做加巴兰，我无写宜兰，我歹改写宜兰。啊！这代志就真圆满，啊！就比赛煞，啊！这会员代表听候伫一个代表大会时哦，因都要甲修理，啊！修理因歹用迄个市民甲我修理，因都是要伫临时动议的时才要甲修理。所以讲，艺术规则的这个重要性都是伫遮。伊要甲修理，啊，结果伊这垃圾风声去互我知影，我知影是，我嘛唔知啥做加巴兰，我就去找迄个陈定南的助理，这个文献找互我，互我了解的。哦，啊！伊找我的时呢，结果是加巴兰这个三字，就是较早原住民哦，高沙族，因的酋长的名叫做加巴兰，宜兰的酋长叫做加巴兰。啊，加巴兰就是迄当阵啊，宜兰哦，就是会使讲叫做汉人啊，中国过来。五沙依然是五沙做头的，滴啊，干那个做啊，种滴拓宽嘛，滴开发。五沙死了的时，则着五沙因滴啦，或者五华，着五华，则起来带领这个依然。啊，依然的是五华滴应征两年。哦，啊，加这个申请清朝，讲要成立加巴兰厅，哦，啊，申请伊去了的时，甲这个应征五年的时核准落来，准伊这依然叫做加巴兰厅，啊，这个加巴兰就是这个名称就伫遮来，啊，啊，我就知影讲伊即马要甲创，啊，我嘛知影讲加巴兰的来由是伫倒位啊。哦，啊，讲这就是艺术这个规则，哦，的重要性都是伫遮。所以今仔日我会讲这个，恁听就是伫遮。啊，伊要甲修理的进程哦，我都传好好等伊。我较后壁啊，一个姓林的代表，我就甲讲，你甲发问，这条是为何要合作加巴兰听？要学做加巴兰队啊呢？啊，我拢甲事先都甲套好个。啊，甲临时动议的时，伊个委员代表坐你头前，伊嘛负责落去啊。啊，但是这就是主席的权利嘛，是要指定上起来讲的。应当是我做商家手的人代商嘛，对无？啊，我伫遮呢，你个手我无看，我讲个啊，林代表你请发言。啊，伊就甲问啊，为何咱参加家人这个？乒乓赛的邀请，要合作加巴兰队啊呢？啊，我就讲好啊，我直接就给你答复个，哦，我就讲哦，我替你介绍，身为南洋主人，你竟然唔知号做什么号做加巴兰？哎，我开始干咩啊？我讲你宜兰人唔知啥做加巴兰？我就讲，拄则讲一个
好一听，这个噶巴兰来由是底下来，讲那你这种就是叫做翻挂禅心态。哦，较早咱有一句话叫做“放屎好地”，你唔知捌听？这句话是较笨啊！哦，放屎好地，就是咱较早讲烦啊嘛！哦，我咧在讲马金啊，我是讲这过去的代志拢是安尼讲嘛！哦，烦啊就是烦啊，禅乱，你若汉人去甲放屎，伊就无爱。固定我做一条禅乱，迄个地伊就无爱。安尼叫做翻挂禅，一个禅在无爱挂开。啊！这汉人就放屎好地，去田螺甲放屎，烦恼就无爱挂盖，田螺搁做一条，用安尼有哪甲侵占，有哪甲侵占。你这就是叫做反挂田的心态。哪呢？国民党叫做宜兰关东部，啊，民进党即马，民进党嘛叫做宜兰关东部。那呢？你就卖啊！你就叫陈龙啊！你就改改，你卖！你国民党去，甲国民党去人广东部改啊改改做反挂，而且挂做这个噶巴兰，换做名来，换做国民党噶巴兰广东部啊，这卖改好讲名啊！我这么讲的意思，恁大概听有一款。啊！我迄互恁咧艺术节，就互恁做参考啦。我无要照伊讲啦。哦，啊，我这讲嘛是甲这讲艺术啦。哦，所以讲你若唔捌咧，是唔知影这规则。啊，伊这个我甲答复说，是我讲哦，答复甲才完毕。哦，啊，伊迄个负责手骨硬个，啊，因为我是主席啊，我讲散会，嘿嘿，我袂晓落讲啊，对吧？这就是艺术规则个。技巧在家嘛，我有权利当宣布散会，啊伊什么包嘛无，哦，这是讲者哦，大家做参考了啊。你要讲，我就敢那袂瘾同你讲。我主席有权利，所以讲免偌久，我做州长啊，你嘛拢会做厅长，会做议员啊，哦，恁这来训练就等于讲是。即个迄个公务人员，也是讲即个政务员啊，什么个拢好，即个人民资格哦。所以讲讲到这，有当时啊，我较早我有一个朋友叫做阿南啊，伊就讲：哎，老大，啊你安尼真臭屁咧，参与过你第四代顶头个发表一挂言论啥？我若有机会是唔坐下来，我咩也无也好啊。有机会我带你去，你一定会，人一定会接受。啊，一边我就有机会，有一个敢那是哦，做东河新，迄、那个东河新工会啦。啊，迄是我甲伊帮忙，我甲因组起来了的事哦。啊，因成立大会，啊，因邀请我去，啊，我就载去。对我去做贵宾，啊！我地主咧衰时，人就要去邀请伊，邀请啊！伊无准备，要讲无路啊！哦，啊！伊安怎解啊？我就吐一句北京去，用作尴尬、厌气啊！到尾我就替解围哦。后摆我搁加招阿南啊，你要搁加我去哦？哎，唔贪个白。所以讲哦，迄艺术规则是足重要的。啊，这艺术规则哦，资料真多。你若转去，然后去册店，你就去巡看。册店内底哦，迄都百把种啦。哦，宜兰县议会嘛有一本艺术规则。哦，啊，县政府嘛有一本艺术规则。啊，迄册店拢有去卖，拢有伫卖。哦，恁通去啊巡去啊，卖啊恁当还袂做议员。啊！即马来遮了，就通啊做议员，通啊做厅长啥啊！恁后摆恁来去准备哦，恁就去册店的时，就去巡看卖，去买者安尼，去甲看卖，去则袂讲像阿南啊，我带伊去啊，结果伊无咋讲安尼吼，啊提早准备者，啊无分恁讲老啊少年拢有机会。因为顶因过因咧成果落来咱台湾的时哦，
啊，阿捌字啊，伊嘛去通做下场，啊，恁就免担忧啊，因都唔捌字，通做下场，啊，咱捌无偌济，咱嘛通做下场，个袂使，对无？恁就业哩，拢因会使个所在，咱嘛要甲捡起来用，哦，迄是讲我大家做参考，啊，你讲我。你呐，我发予恁迄个工具，你呐去家了解，遐后摆恁就通应付真济开会的，什么艺术规则恁就拢了解啊，哎，啊都无问题啊，哦，啊，搁再讲哦，啊，我即么咧，即讲是个主持会议，哦，啊，你呐讲做议员的人。啊，要用安那讲质询啊，啥？这嘛是爱技巧哩啦。哦，有一遍我都应邀去迄个花莲参加迄款的时候，应当时叫做变相的游览。哦，套一句北京语咧，讲做粗粗好好安尼。哦，啊，伫迄个花莲国军营养馆呀，伫遐开这个游工会联席会啊，拢总有76席。啊，这个会甲迄个最后的时都，这临时动议拢伫最后。啊，最后开会啊，就宣布讲临时动议。啊，临时动议的时啊，无啊，大家就是讲，我来花莲目的是。是全台湾拢去花莲嘛？大家目的是要去遐佚佗，要去遐啉啉食食的安尼，都算是啊。哎，所以讲，伫遐甲临时动议的事，无人爱讲。啊，迄一个上级指导员姓蔡，伊就甲暗示向我起来讲，伊就知影我不哩讲话。啊，我嘛是讲哦。本身我大声用北京语讲，因为我未愿讲因的北京语啊。我平时啊，认为孤掌难鸣，所以这讲也是多余的。那么这个蔡科长啊，都已经暗示我了，我也只好讲一讲。平时学历比较浅，唯恐你们。这个听不懂我的北京话，所以一下我就用母语来表达，啊，我就开始讲单位啊。我凡这依据《劳动基准法》第76条规定，凡具有或者权者，不得当选为工会代表以上之职务。我讲。请问在座76席，几个符合规定？有符合规定的举手，无人敢举手，无人敢举手。这个时阵呢，伊这个理事长担任主席，这是必然的。伊这手安尼拄到面的，啊，怎啊拄到桌顶？啊，这机会来啊！本席发言，啊！你安尼表示本席，本席发言，你这是什么态度？我都无客气，桌顶讲一个，砰一个，你这什么态度？伊讲，无啦，我有滴甲你听啦，嘿嘿，你有滴甲听，你都表示本席嘛，真无礼貌嘞！本席发言，你这个态度，哦，真无礼貌。伊个找话找背嘞，背甲袂了。迄当阵啊，我嘛唔知影嘞。后壁来一阵哦，哦，这恁只，加减看下啦吼。我卖阁讲这个，我有讲起予恁。找话找背，迄当阵啊，后边有一挂吼。人发动来，要来旁听，因就是讲要来听人开炮。结果，迄是我的朋友发动来，
阿伯也冇人考试啦，冇人拍婆啊，弄个变变叫，吼！我嘛做欢喜个嘞，我来开始这个教这个面啊，面半两年久，啊，我面了嘞，已经白起来，嘿，主席跟白起来，我讲杀回。这就是艺术规则的技巧，你知道？我讲这给您听，不是无意义的。我是讲哦，这技巧就是安尼。伊嘛是，较早伊，我讲我较早伫开会，迄、那个美国家问的时候，我有发散话，这部台伊学我的。伊嘛跟白个发讲散话，啊无即嘛来，搁一个手撑起来哦，哈哈，搁连话到底哦，满面全豆花的，所以讲伊都唔敢搁开落，伊都白起来发散话。啊，这主席他做决定，哦，安尼是毋是这有？这是爱有经验才有法度他用安尼。你主席也好，还是讲？下骹议会人事也好，伊有迄个权利，你也知影。我有这个权利，吼，有这个权利去质询，或者是讲去询问。啊，主席伊嘛有伊的权利，吼。这虽然是讲这是这个中华民国流亡政府的规定啦，吼。不过这嘛是，咱嘛是爱去学啊。会用你的命，咱嘛捡起来用；未用你的命，咱都。咱就该淘汰啊！哦，亲像讲即马，即安尼哈，即罗马，咱就乌白领都合作个啊，罗马变作罗马咧执政啊！吼，啊罗马执政咩啦？我拄啊在你楼下甲秘书长讨论咧，讲即都后摆就是总掠起来嘛，做一届就统统抓起来就对个，什么罗马嘛无你惊个，哦，因为即迄、那个。后摆，咱即马都乌银部队，即就是后摆就是要入去警察系统内底嘛，哦。所以讲哦，艺术规则是非常重要哦。像这个吼、哦，这我都提起嘛吼，艺术规范可在真济即个贩售诗集出版品，出版处即个取得吼。哦虽然规定繁复啊，真侪特色优点，哦，以这个这个经验提供予恁大家做参考嘛，哦，啊，这就是讲第一条就是会议吼，名称及会处时间、地点、出席人、这个姓名及人数，哦，这个列席人的这个主席啦，吼，啊，姓名以及记录姓名，哦。啊！这报告书记，决议方法及结果哈，其他重要的事宜哈。啊，主席之任务哈，就是讲管制议程，甲这特使哈，无以发言之地位哦，主持表决哦，啊，这个裁决哦，裁决就是我拄仔咧讲这个。无相干人士，咱就甲赶出去嘛，啊、哦！所以讲，这哦，恁家慢慢去研究，去迄落，我较袂当你讲话。你开下嘴。所以讲，我当机时啊，我伫这个罗岗志愿会担任会长。做担任到到尾啊，演变做罗岗电线啊，我又阁继续担任这罗岗电线的主席。所以讲开会，这个规则啥，我是会使讲小可有捌一挂哦。所以讲这个开会时间哦，啥种种就是安尼哈。啊，都卖。卖闹开啊！你若无准备，就是会闹开嘛。哦，啊，你若都免捌真济啊，都遐你若捌咯，啊，都，我拄仔有讲过，像讲迄宜兰关机会哦，我有早起不起来，
唔知叫上提议，唔知啊。哦，啊，像伊安尼一个机会都遮尔高个找安尼。啊，咱嘛来讲哦，较早咱对人服务啦、啥啦吼、哦，我曾经捌伫捌伫即个有一间叫做达应公司，伊嘛上市，上市个公司。啊，上市个公司，因就去中国了钱，啊，搁转来台湾要卖台湾个工厂，啊，卖，搁这钱要搁提起安尼。啊，这个工厂还搁213个人伫遐做很快。啊，因就因要创啥步，我拢知影啦。因就是讲要。顶部穿袂掉，啊！嫌恁来去这个东路穿呀上班，啊！这来回三十六公里，来回36公里，啊！因就是变安尼创，啊！互你无咋做嘛，啊！伊就固定一个月几件做的，都一个月只万，可能是13000几块，迄两村来钱，13000几块，啊！13000几块。这个基本工资有够几件的，安尼就无代志啊嘛，哦，啊伊安尼你就无代志无惊啊，伊就一个月要互你领13000几尔，你无惊无遭气啊，哦，所以讲，你因就是要用安尼用这路步，啊因来找我。讲好啊，恁我甲恁斗三工无用，伊这三个步我拢知影，我有找对付。哦，到尾我就列五件，吼、哦，要甲因谈判时列五件。我讲，但是恁拢袂使甲插手，恁拢爱听我的，因为恁唔知影嘛，你唔知影这个规则，这个游戏规则，你也唔知影，你去你加讲，你就加闹开的有。哦，我就第一点甲伊讲啊，依据球拿。依据这个棒球酒厂千里球拿，这是这个全国的奖款，这个国营事业，每日早起时啊8点准时，爱来这个原厂家，哦，用合法的交通工具来这接工人。去这个申请家做，哦，啊，伊就讲我做，哎，啊，这阮做会到无要紧啦，讲做会到无唔对，洗啊车阮是无的，哎，再会，合法，我拄啊有强调，合法的交通工具，什么做合法的交通工具，就是计程车、旅行车嘛，巴士嘛。游览车这个叫做合法的，你逐工拢爱准时8点来甲送，甲来甲接去申请做。下班5点，你爱准时甲再转来甲完成的所在。伊听到乌龟罐流出来，我是你载货车的卖的，我是爱合法的交通工具的，所以讲这个物件拢爱了解的。那无了解伊了，啊！伊就讲我做，一无这，阮再搁考虑，讲考虑你做袂到了，考虑啥？伊咁样骗笑的。啊！伊就讲啊，这个新主任都依据劳动基准法来，我讲知影。劳动基准法呢，都是一个月13800嘛，这无价是袂百外，都是要安那创，原厂的6个月。加起来，啊去除以6，吼、哦，啊这算作基本薪资，计工永远卖，计工伊就是要让你做个13000几，伊就合法了，哦，啊伊唔是安尼工厂做工吼，那、哦、讲工作要萎缩，订单萎缩。这拢爱报官府的工商局咧，爱报我都工作萎缩，哦，啊，即马都无要用遐济人啥，哦，这拢爱报咧，爱报准才会使，啊，因拢在食这工人唔知啊，讲都是安尼，安尼通宵无三，
因本地拢嫌你加班拢批死命，叫你做，伊就做偌济，伊就赚偌济嘛。哦啊，伊就叫，即咱提出来，伊拢无咋，伊拢无咋接受咧。实际上，伊拢知影咱比伊较内行。啊，即个到尾啊吼，因即个抗争，我带因即个抗争，因到尾啊，因就真成功摕到个遣散费。啊，遣散费再去摕到，啊，下昼因就好，真欢喜啊，讲庆功宴咧，开一个庆功宴伫外澳啊遐，啊，邀请我去，啊，邀请我去。当然我是真欢喜啦，讲爱有条件才买嘞，才要去。哦，无条件歹去，伊讲啥物条件？我条件是真简单啦，宴席顶付我五分至十分的讲话就好啊。伊讲哦，这真强啊咯。当其时你带领阮伫抗争的时，两点钟够阮213个、212个到场，一个做袂来无来呢，村的人。全部到位，两点钟久无人入席，啊！我伫遐讲七点钟久，因今仔日拄到的问题，互因听无清楚，我后手过七点钟久，互恁发问，哦啊！恁若听无清楚的人，恁做咧问来话紧，啊！啊这，我有较慢去咧，我本来拢我的原则就是休息休息咧。这是我的原则，啊！迄个因为213个是主人啊，我一个是人客，所以讲我有较慢技术啊。我去的时候，因咧门口摆只椅啊，坐一个人伫啊，因空我来发你证，哈哈哈！你跑啥物事拍偌久？你讲这有晓摆？哈哈！我毛不拄到，这比你定位较晓摆，哈！我到位时讲好啊好啊好啊，多谢恁啊，这无代志恁真欢喜啊！嗯，啊个，这个出两三路材料的时啊，因都有准备一个讲台，和我讲话。我去你的时，我讲唔对啊啦，什么庆功宴，小别会了，输你噻，明仔再去，大家无头脑，老人当差，恁袂当个做会，拢爱去别里啊个找头脑。三句话无找无头路，恁就食老了。恁要是输，今日是小别好咧，并不是什么庆功宴。你输的是讲，这流氓政府规定的，一寡在阿里不达的这个规定，和你领一输啊，有的讲领30几万，有的领4、5万，有的领几千块尔。两句话又过因无头路，就食老了啊！哦，所以讲，大家恁欢喜，唔是庆功宴，这是小别会才对。明仔再去大无头路啊！老人当差啊，你有什么好庆祝啊？所以因华公安的时，因才体会到，才讲啊，会定公安的对，大家拢靠。迄句才在伤心哩，本地想讲话，但我都领一寡钱安尼，就真好个。啊，落尾因都，哇，迄个场面是真感人个，你知？我今仔日来遮，最大个目的，就是明仔早起，恁203个。就是我林定基的发心，以后类似情形发生的事，恁拢家己也要处理。我曾经带恁安那处理，恁拢有得到这个机会，啊、哦，后边恁都也要家己去处理这个代志，免阁再来找我。就是我林定基的213个发心啊呢，哦，真欢喜。我嘛真欢喜啊！我会当甲因帮忙，迄间咧是2000几万，213个，那都2000几万。这嘛是我服务老人家，干咧一届不哩大，
伊胜利就对了哦。但是到人就一时啊就袂记哩啊，讲到爱钱时啊，一时啊拢袂记哩了了。佮见见面偌久哦，因都忍得记得无去啊。但是佮迄当阵啊，陈定南要互选立法委员，当然咱是无赞成选举啦吼，因为你都生活伫这个政治的联合中，你嘛不得不离去甲选，像讲因遮就是选的地方，就是去甲选。陈定南较早清财拢伫用我的名，罗干界伊拢用我的名去写批予人，去号召，甲我提名册。我会员万几万个，我较早我演讲场有两届破万，我办的罗工厂，迄真早的代志，即马无法度，即马像今仔日这人就真无简单啊！啊，较早，当然啊，咱个菲律宾啊，加减讲一寡，这个较有趣，我拄到的，我捌有一个世界的代表。伊伫临时动议的时候，伊就举手讲要发言啦。我好招代表，请你发言。啊，伊阿人甲我讲，伊起来时就讲，啊，恁这一句话，这两句煞文的尔，同少嘛加一滴，哦，就是说社会够混哦，干要这类。嘿，宝贵的时间留空，互人讲重要的代志，这个煞文提起来再讲。我怎个物件做歹听的？啊，迄我就是有迄个义务，该组织伊个发言。一块说文，人后手有重要的议题要提出来讲。你一块说文，伫大会临时动议提出来讲，即个爱着紧落去该组织。哦，这拢是主持人即、這个。主席的权限在内，哦，所以讲这嘛是真重要，你讲我大家做参考，哈、哦，有真多啦，真多啊！咱是讲哦，我拄下在参，我因为我无准备啦，哈、哦，我真少来做这个演讲，因为我都较侪岁，也袂当你徛，啊嘴大啥，糖分较悬，哦，啊，所以讲。嘛是爱拼老命，七十外岁啊，为了台湾，啊，即马阁要做州长啊，啊，你嘛是拢虽然拢大家拢爱准备啦，准备这议事规则啦，吼、哦，你甲看，你是讲我拄仔讲互恁听遐，啊，主席啊，白石卡地高用啊，今年五十，这无好听啦，吼、哦，你若无准备，就是向人白家，就是会这个会发生这个代志，啊，像讲。这真济啦，我想家遐讲家遐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就是讲一寡议事规则，互大家做参考安尼啦，吼、哦，啊，我嘛袂当你互你问啦，因为我都离开这个演讲台太久啊，我真久唔爱演讲啊，啊，来遐有讲几多遍啦，啊，不过无讲真精彩，我无时间通啊准备，我就是去。招人来遮参加，啊！我昨昏就载人来啊，吼！啊，今仔日嘛，阁有人载人来，啊，明仔载就爱负责载人转，吼！啊，所以讲，就无闲车，就无闲甲袂去啊！逐日拢爱去讲这咱内底所有的这事事项项的问题，去讲互载，吼！像讲啊，你去搭来，我拄好讲互恁听过，这真重要。美国三架飞机哦。顶界有一个做焊工演习哦，把迄个高速公路顶迄个旗啊拢抽起来哦。啊，迄焊工演习就是飞龙机下伫这个高速公路当作跑道安尼下落去。啊，那么也有三只伫跑道边啊飞过。你知影安飞过啊？两边边啊的面体啊。上顶山拢好，所有的玻璃破了了。你看迄威力偌大，惊死人！迄有一张树仔啊，我管规张，我管拢破了了，我管拢破了了嘞。到尾这个中华民国的流亡政府第二天，这个国防部就拢去共赔啊。
我啊四几只玻璃破几地拢去共赔赔，迄就是 F 二十二，无迄类咧，就安尼过尔。这当然恁唔知啊，因大概我那有人知啦，唔是讲，哎、汉光演习的主任啊，哎、哎呀，这报纸冇写啊，哎，但是伊报纸写伊歪写 F 二十二，我知影，这较早我做空军嘛，我去这流亡政府，我冇去做兵啊，我空军三年，我是高炮兵。迄人阵啊，就通过摇动树嘛，啊摇动树就飞叽叽叫，敢咧鬼号咧，但是无啥物，伊想讲特别啊坑地啊吼，飞起飞三寸啊呢，伊特别啊一定练落，拼练落头壳。阵容力就较大 ，F 摇动树，啊！你要看 F 二十二，看到吧 ？F 二十二，咱拢唔敢公布啊。加山，华人加山机场藏一只，青山港藏两只。青山港一条我带人过啊。迄机场是美国做的，所以讲伊内底还佫有一个什么美国的什么，我记无啥会条。美国的什么？美国在大的什么纪念馆啊，啥？迄个即马嘛阁有啊。咱的什么？咱较早有出一本册嘛吼，迄内底都有写出来。迄个即马嘛阁有诶，美国人诶，伊人怎去迄个机场？迄个机场哦，我住伊底啊，住年外我知影。迄个机场哦，跑到十公里诶，真长。所以讲，免惊啦。我不了，我走路了呀！我参加三年外，我的身份证第十五号的，安尼有早无？我身份证第十五号啊！我高级班的证书第五号的，哦，安尼有早？啊，讲实在，我参加两三年啊，伊都无来安怎？哎，阮厝住伫派出所那边啊，警察还要巡逻，伫阮厝边过。看到我，哎，做真好，所以我让大家嫌，让警察嫌做长，我就特别做组长啊！哎，实际上我当着做组长啊，是还未有薪水呢。哎，听人讲薪水特别来了，特别有薪水啊！哎，真正有影，哎，本地拢无，我嫌人做工贵，嫌人塞车啥，拢我提钱让因加油。今嘛恁通啊，抢油钱啊！恁个一周有一个这个办公厅的主任，这有薪水的，这嘛都唔是我提出来的，所以免惊啦，钱嘛来啊啦，嘿，安心啦，好啦，我这宵夜连个家都好啦，哈，你无准备啊咧，哎，好。各位请起立，行嘞，请坐，休困十分钟。